戴水钻的扣子变成神奇吊坠。什么符号？将火元素装进去，拿漂亮的配件链。每个吊坠都包含一个元素。善良女巫在准备宝宝的生日礼物。小鸟们，你们好，过来。我要准备一些东西，来根据古老配方混合元素。谢谢助理。添加一个秘密成分，魔法力量，四种不同魔力的吊坠，孩子们会有美好的未来。谁在那？宝贝，过来。发现蓝色油漆。蓝眼睛女孩很了解水，这是她的元素，地球是她的元素。火宝宝从木炭袋里出来，一阵风吹开羽毛，空气，女孩们都有独特的力量。妈妈和宝宝们一起玩，是错觉吗？我感觉到一阵风。你好，宝贝们，我是仙女教母，给你们礼物呀。托盘，谢谢，有点奇怪。记住，每一个都有独特的元素力量。大人们一离开，孩子们就开始释放能量。地球使花朵绽放，空气飞到架子上，火和水也开始玩。时间慢慢地过去了，孩子们长大，成为了元素的美丽的化身。你好，蝴蝶给裙子带来薄纱，裙子很完美。用鲜花装饰，哦，拿玫瑰装饰头带，地球准备帮助人类。地球来看他的奶奶，在村子里玩很开心。您还好吗？不是很好，今年植物没有生长。哦，我有办法。他使用他的超能力，亲爱的，这是奇迹，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啦。测量温室细节，连接框架和墙壁做小房间，用透明塑料盖住窗户，给地板贴砖块印刷图，用环固定门，框架上都是苔藓、藤蔓和鲜花。为植物做架子，充满了生机。地球喜欢在温室里待着，照顾并种植植物，简直太棒了。女孩开始工作，
你好，我能进去吗？这里太棒了，孩子们可以来参观吗？当然，孩子们开始学习植物。抱歉，孩子们有时很调皮。孩子们，过来。作为感谢，这朵美丽的花送给你，谢谢，真好。哇，我从来没见过。我穿上橙色衣服，拿硬纱火焰裙，加上腰带，戴闪光侧面的火焰装饰领口，搭配鞋子，火焰头饰，真有创意，空气和水一起玩，看我的娃娃，酷，我能玩吗？以后吧，不，女孩们开始吵架，到处都覆盖着冰雪。我要使用护身符力量，都是因为娃娃吗？啊哈！给你，真好看。我去清理一下，很快的。火融化了房间里和姐妹之间的冰，我们不会吵架了。塑料瓶变成了烤架。泡沫纸做细节侧面，黑色哑光的，需要一个烤架，用复古的香箭装饰，木串变成腿，准备野餐吧。女孩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，四元素决定举办一场巨大的派对。节奏响起来，我喜欢和姐妹唱歌，空气为她们做泡泡。爸爸妈妈喜欢这场表演。音乐会后吃点零食怎么样？烤热狗好了。地球来吃午饭，它带来两只海狸。后，他们看到木头，拖到森林里。没有木头就无法生火。我得帮爸爸创造火焰。这个家庭很幸福。将泡沫塑料分成细节，组装饮料机框架，用金属纸板盖住侧面，底的一部分是分配器，选汽水吧。今天真热，对火来说也很热。想要清新的微风吗？太好了，风太大了，想想办法。谁有主意啦？耶，饮料机。
太好了，女孩们可以舒服地享受美丽的一天。捡泡沫纸火焰，贴化妆包侧面，迷你胶水、棉签和闪光纹身，火焰化妆包闪闪发光。我决定组织一场演唱会，邀请所有人，在入口处有一个小惊喜，为客人们做纹身。把手给我，酷！女孩们轮流选择纹身。还有谁想要？嘿、hey. ，我还想要。好的。耶！咻！大家跟着火的音乐开心地跳舞。